好，我即刻进宫面圣。 怀义校尉孙策，忠勤王室，立安江东，镇心顺位，特授孙策为会稽太守，钦此。谢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将军，我这里有大将军密信一封。伯服将军抬见。 袁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于寿春建称帝号，令天下汹汹，人神共愤。特请将军召集本部兵马，挥师西进，讨平叛贼，以敬天下。哈，请先生先去馆驿歇息，待我等相商之后，自会回复曹大将军。请先生带回。 就依将军安排。我该如何回复曹操此信？曹操欲平袁术，又有亡命在手，可谓出师有名。只是袁术新败，但精锐犹在，主公不可轻敌。依我之见，须观其动静，相机尽止。曹操南下，我便西进，两军呼应，方可立于不败之地。 若孤军冒进，战局则殊难预料啊！嗯，所言甚是。天子使者驾到。为何又来了一位天子使者？你是哪家的天子使者？招摇过市，敢闯我江东大营？吾皇登基，建国重家。 今日我是奉旨前来借兵的。奉旨？哼！借什么兵？吾皇即位伊始，亲率七路大军讨伐逆贼吕布，不料贼势甚锐。
只得稍避锋芒，往昔吾皇借兵于你，成就你江东基业，将军可要知恩图报啊！天子诏书在此。 袁术僭越称帝，你敢来江东招摇？你敢把吾皇的诏书扔在地上？住口！袁术赖了我的玉玺，如今又背反汉室，犯下篡逆大罪，给我绑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主公，不如让其回复袁术，断了他的皇帝梦。放开他，回去告诉袁术，他倒行逆施。 奉旨逃匿，大军已兵临城下。你等若幡然悔悟，出城归降，大将军可免你一死。吾若不然，破城之日，定斩不赦，谁敢出城迎战？唯我的号令，你当不可妄动，违令者斩。 陛下，曹操假汉室余威，通四地兵马，万不可贸然出战。陛下，当乘其力足畏问，奋而一击。淮南灾害连年，府藏不足，徐州一战耗费巨大，曹操兵多将广，若战事焦灼，恐与新朝不利呀。畏敌如虎，岂不长了曹操威风？哼，李奉，你休要纸上谈兵。 寿春，城坚持身，当坚守不战，曹操劳师南下，粮草自然难以为继。万不得已，陛下可亲率大军渡过淮水，暂避锋芒。难道开国伊始就要迁都吗？通权达变乃圣人之道，陛下迁都，前朝自有先例可循。陛下当从长计议，稍避锋芒吧。 我有呢，还有片刻才好。
受挫，伤亡日增，旷日持久，良木也将告罄，仓皇王后不得已用小壶发粮，故而将士有怨气。他是奉命行事。坚持，小心点儿。 有要事，曹丞相，军情紧急，本部想，但说无妨。实不相瞒，我部军粮所剩无几，无奈只得请。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光打仗，不给粮食吃。对呀，还让不让救我？都别闹了，别闹了。 参见主公。还有多少军粮啊？所剩无几，不过千斛。王后，你家中还有何人啊？回丞相，老母在堂，还有妻小。 异地征战，疏运艰难，江东所借粮秣也将用尽。王后，你看如何是好？丞相，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，以安军心。你可不要吝啬呀！丞相说笑了，王后所有。 丞相拿去就是，何须言戒？好，借你人头一用。丞相，王后所犯何罪啊？你的老母妻儿，吾当好生奉养。来呀，把参观王后推出去斩了。丞相，王后无罪，我冤枉啊！丞相。 参观王后，干犯法纪，克扣军饷，坚守自盗，仅斩首示众，以振军纪。明日攻城，有退缩不前者，定斩不饶。
후방진!